我见你冯内堡内做过机关，未曾见闻能可穿行而过，未想老朽拖着一副残躯苟延残喘，临了竟然还能见到你这般天资绝伦的技巧师，幸坏。所以你一直在观察我们却未露行踪，你究竟是谁？名字吗？我也是记不清了，不过若你们需要称号换我，那便换巨子吧。哇，他像是巨子哎，巨子就是墨门的最高的领导人啊，叫巨子。可那个巨是那个巨吗？应该是金字旁的巨吧。前辈，元旦机关学门墨举相关的文路虽少，但也不是没有。巨子是墨举之首的称呼，我还是知道的。你莫非是想说自己便是当世巨子墨举之首？这容给我想想，我却是墨举之人，也确认要务。可后来好像发生什么，我就离开了。但发生了什么呢？前辈，那不是不想说便罢了，只是还请告知我们为何一直追随我等。呵呵，老朽只是听闻一无名机关师修复了神机车而感好奇罢了，此番见到您等便已经心满意足。不过既然相遇了，便传授一些技巧之术吧。哇，你这个样子叫老朽，老朽，墨家上天地之机理，让天地万物皆依巧，机巧之法运转，因而化万物为机巧，这盘沙宝便可见一斑。当年伊伦哲罗以化外之物换取墨举相助，独成盘沙宝。墨举凿空三腹，将内外双宝并于一处，上下百丈，又借水涡法以磁卵构合深落台，令人可直通宝顶。都是遁天地本色而成的机括，你若想知此道精进，亦可琢磨其间奥义。虽说一时三刻想不清其中的道理，但也多谢你言传相授了。无妨，刚刚你询问我身份，并不是我不愿回复，只是我也想不起来了。你们提起，倒也让我升起一些疑惑。这样，墨举一向意图借助地幔之力构成天地机械，若是到了灵幔激荡之处，你们可以探查一二，许许能碰上墨举弟子，你们便能从其间探出我的身份。我们还有要事要做，你们全当一桩闲事，撞见了便撞见了，若会撞见便罢，只是若探明真相其间奥义，回返于我，我必将重谢。羽西，方才巨子说到这堡垒，你的表情似乎有所变化。我只是未想到此地便是盘沙堡。盘沙堡？没什么，只是我曾经在书中听闻过此处，未来想身临此地，有些呐喊罢了。耽搁了这么久，我们还是尽快赶路吧。好吧。这应该就是那个奇遇啊，奇遇的事件。Hello， 你是谁？诸位元远在这，叫我一通好找。没，你找我们做啥？想着你也在，我们猎食人不过些庄稼把式，这样子灵枪方能对付那些石怪。可这灵枪毕竟是外物，总是要坏的。我们这十七八条灵枪线下也没几条可用。我等四方寻觅，但无人可修。但因此物非常人所术。传闻间留在市面上的灵枪都将墨举的门派守住，偏偏这墨举又行踪隐蔽，难以寻觅。我费了不少财货才弄到消息，说西域大漠间有一个机关堡垒，以墨举的偏好，应会向其间。诸位是途经那处，还望多留心查探。若能助在下我寻到墨举之人，我必将重谢。没，这是来找我们帮忙的。对，墨举中的性情古怪。阁下入那机关堡垒时，若是能持些与相关的信物，比如说灰烬、土补之类的，兴许能更好说话。好冲啊，灵冲。好。哦、oh。
盘山跑在往左上角走，不是那个主线剧情，不过没关系。尉迟哥，其实你在长城客栈里就猜到什么了吧？西夏皇帝什么的。没，哎，好吧，好吧，只觉得孤道拓跋弄是个侠客，乌将军为何要送给他信？虽说宋于西夏休战有段时日，但宋家没必要这般做。况且还提起西夏地界上的事，这说不通。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估计是有官身的，别的我也没去想了。哎，你怎么了？你哭什么？吴将军，哎，将军百战，身名裂。说好都是酒呢？这当初初年也发生过酒泉结冰之事，但那祸事已被人化作风石带走了。此次又为何又会？哦，那个念护交，祸因护交。现在怎么说？我们怎么进去？招兵可不太可靠吧？小不点。北宋年间，曾有人甘图寺的五方遁符进入月牙泉底，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穿过冰城。甘图寺正好，找那光头去。神女，你现在是转挑着你的幽先生离开幽界的时候回来呀、啊？仙鬼磕盘，为什么沿着地脉散落，还引起地脉变动，竟然九泉冻成的冰？星耀之力在天，打造科幻的星耀之力与地脉构成某种奇妙的天地循环。天地循环，难道是十人之力？究竟是什么，我可不知道。但这恐怕是天地间亘古有之的力量。你的幽先生一直想要。幽先生想要科盘，究竟是为了调查这天地循环，还是想抽取科盘内的星耀之力为己用？神女这么问我，心里怕是已经有了答案了吧？神女啊，罗侯创造了你，不是用造人偶的办法，这叫你有了长大这一过程。真不知是不是失策。你什么意思？你的幽先生最喜欢的可还是人偶啊。尉迟哥，你在吹什么曲子？听起来好悲伤哦。梦里梦见的，其实只有这一段。还有事？没的，尉迟哥，你怎么？没事，只是在思考一些事情。终究还是别了。人偶有了感情，就不再是人偶了，也就失去了永生。宿命并非无法反抗，只是你要想清楚，你可能会失去什么。哎，这是什么告示？怎么听到这来？风吹日晒的，都看不清写些什么。你那一页来看。哎。小侠客，这真是你们啊，有人在这做什么？没，路过这看见文书就看看。这约莫是海捕令，我方才看见一张，似乎和这的是同一个。没，依依想看看这到底写些什么。那就是过去看看，烦请林幽姑娘带路。有匪打劫，这不君子怎么把卫封贴在墙上了？这是说有匪徒打劫，并非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美男儿，小侠客，这是府衙发出的海捕令悬赏。哎，小侠客，你和你的朋友可答应我，再相见我，再相见，便让我摆酒。莫急莫急，
那依依大爷先缴了那几个两省货。小乔哥，我在沙洲城白塔旁的酒楼等你们。闹鬼啊！赶紧告诉二大将、二三大将。没，大当家呢？我不能让他逃出来。OK。钱老师不要，里面都是鬼。盗宝贼窝藏地点泄露四个出口，防止盗宝贼逃走。在日常往返的海捕令中，每个盗宝贼都带着他们分成的一袋铜钱，抓的越多，拿的越多。OK， 了解。大当家真是要钱不要命啊！大当家，兄弟们都跑了。啥哪呢？跑了就跑了呗，他们跑回去还能照顾你老弟老娘。装马贼还是多多益善，马贼窝里可真是什么都有没，有钱有妞。他又从哪里听到的？英，英少侠所谓的有妞，应该不是指马贼窝里的吧？哎，打完他就没了。放心，有我在。哇，没关系啊，都打完了。他才三千，这么少？靠海捕猎发家致富喽！天哪，哪有那么多时间刷这么多东西啊？啊，这都长得差不多，怎么找？花钱买命，真的贼人究竟人什么面貌，其实并不重要，才没人关心。海捕令需要消耗一张海捕文书，每日可以在历练中获得一张海捕文书。要文书才可以去打。好，救命啊！我村子外峡谷里都是活死人，要是传进村子里，整个村就完了。诸位，我是长城客栈的人，冒昧前来有一事相求，但是无妨。是这样的，今天的房间有些不宜地下的流言蜚语，也皇帝陛下不忍招来天谴。至于那天谴，便是前些日子尸鬼攻城一事。胡言乱语，分明是有人操控那些尸鬼。你瞎说的是，但房间的人却不这么想，这样下去对陛下的名声不利啊。世人之口难堵，你想要我们怎么帮忙？日前有探子回报，那伙人都躲在潘家庄，诸位可愿前往相助？这。好，支线。好，支线。诸位，我探查发现，村内地道有入地下暗河，一旦那些人逃进错综复杂的地下暗河，便难再抓到。放心，我们不会让他有时间逃的。那此处交给你们了，我又回头部署了。对了，可记得有个活口，我这可还有话要问。玉池哥，你说这潘家村下那错综复杂的地下暗河通道往哪啊？谁知道，
其实你就是想去看看吧。这我只遇此哥也。有时间我们便过去看看，不过这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是等有了确切路线再去为妙，不然怕是会迷路。这个路打错了是不是？好，所以目前也不能走那个 地下暗河吗？看罗斯为何如此荒凉。阿弥陀佛，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不说大师，我们此行是诸行无常，诸肉皆苦。你吞恶入空门，怎知世人之苦？你怎知我不知世人之苦？那你可知情之苦？贫僧已曾为情所苦。为情苦，用情自身便不可独活。你不过落法为证，何敢狂与情之苦？敌国之女救你于林底之中，自是为得你一致承诺，何谈情之苦？本待兵戈平歇，倘若未降，我必取他。兵戈平歇已是六年。会不会影响他的战斗能力啊？又不是会与他，他怎是你的心意？我们早已心意相通。选错了，选对，骷髅书生心虚理亏，士气大降，敌人的防御降低。那我选对了。再会杀桌之日，却自见他的坟墓，是他们逼死他，就因为他爱上一个汉人。我要杀光这些西夏狗。但当年已是你先离了他，此生返回重境，寻那荣华富贵。既贪恋世间荣华，缘何情志？我贪恋的，从不是这世间的荣华富贵。我就攻击提升，杀回。选错了啦！范大人知遇之恩，怎能见其遭奸贼告陷而不救？自古忠孝尚且两难全，何况情缘？这其实是你的选择。我有我的国家，我也有我的家乡。来不及了，悬了啦！范大人曾说：“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家国天下，儿女情长，果真诸路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阿弥陀佛。”我知你们来历，这是两张五方盾符，便于施主。大师，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阿弥陀佛。噔噔噔噔噔。我会一直守在你的身边。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图谱？哦，真的是，血勇良剑哦，良剑的衣袍 ，OK。和尚，你把那书生的魂弄哪去了？阿弥陀佛，原来是施主。六道轮回之内，自然有他的去处，总好过不生不死。
你这人倒有趣，你当年遭凌迟而死，我以尸还之法复活了你，你这回倒怨起我来了。当年施主便不该负苦恼那。你这么说，倒显得是我孤寡闲事了。和尚，我来就问你一事。方才来找你的那小子，是那杂毛将军的嫡故人之子。恼那不知，那便是故人之子了。人呐、啊，真有意思。你这猪肉切苦，倒说的恰到好处。那人会伤河图，地脉暗马，妄改宋之王气，自己的孩儿却在顺应天意的石轮宫长大，妙哉啊，妙哉啊！依稀，我问一件事，你那么不想说就不说，但别骗我。你怎么？依稀，是不是明镜心法对你而言？你在胡思乱想什么？于西，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你们说秃驴到底怎么知道我们要两张符的？他叫不说，所以不说。高僧嘛，都是这样的，说不说就不说咯。金儿吃点啥好呢？你不就靠紫霜灵芝活着吗？你这小子，说的本尊像个酒鬼，本尊可是杂食动，呸呸呸，是品鉴之王。哟，就你还品鉴呢、啊？有蒸羊羔、蒸熊掌、蒸肚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儿。停停停，你这什么意思？你这小子不信吗？我给你来一段，怎样？根本都提到吃美食，你可尝过一味？别说，还真没有。你可真厉害，吃过这么多东西，真有本事。那你看看，不对，你这小子是拐弯抹角骂我饭桶呢。OK。呀，可找少你们呐、啊！啊，老丈，你找我们干嘛？你们可是那传闻路见不偏、英姿飒爽、天赋不凡的斩妖除魔三人组。没，这名号不错，你有什么事说来听听。得，你先听着，我这就说来。这是个从我爷爷辈说起，是百二十年前，我爷爷那隔壁村的潘家村村长为了复活一个女孩子和一个怪人打了交道。那个村子家一处放遗物的山洞，这个那怪人之后发生什么吓人的事，后来那女孩子也死啊。哇，这不会说是伊斯朵的那个吧？所以那山洞都废弃百年，但是两年那山洞里却有了声音，有人站着挡去看了眼，然后就看见那个大个尸体哦。这是鬼魄尸王？这我就不知道啦，我听说你们出过这种巨尸，是来找你求你们帮忙。那山洞啊，得沿着潘家村之下的地下暗河才能到。潘家村地下暗河，难不成那些有言蜚语之后的真凶，其实藏在那处 ？OK， 又是知县，真多知县。这会是这山洞，这有个巨尸啊。我们进屋看看。不会又有副本吧？没，这还有尸鬼啊。先消灭尸鬼再说。于西，我以往就觉得有些奇怪，总觉得鬼魄尸王和尸鬼不同，这回同时遇见，就更觉得果然是这样。你这么一说，倒提醒了我，似乎真是这样。原还以为尸鬼是传说中明皇想造的人偶，没，一倒觉得我们所见的尸鬼不像被人所创造出来的。好、哦，跳过。这地方总会有种不长眼的人撞上来、啊，真是找死来了。嗯，轻松解决。
以那豪侠所言，只要封闭那些灵脉仗义之处，即可平息异动，让此间狂躁的妖兽退却。那我们就快点解决这档事子吧。不经思虑，必受其害。谁？灵脉乃是天地经络，供给万物转轮之能。世间一切自起而生，终起而去。你对着它用封闭之法，必遭反噬。有人想拿你们的性命校验这灵脉的反噬之力，抵试看这灵脉激涌状态。他一直试的不止一次。师兄，你怎么来这了？非命并非罔顾人伦，莫举之学上天地之法，这些道理我都隐隐说过，你却一再罔顾罔愿，看来你不适合我非命之学啊。师兄，你可想清楚了，这非命之门现在就剩下你我二人，若是你将我逐出山门，你再有一个一个好歹，这千年学派可就断了。师兄，我这所为都是为了师门啊，那人和我说了，我只需将这个灵脉反噬的效果一一记录并回馈于他，他就能帮我们重新山门了。师兄，当真一去不回我吗？你若真要绝情如此，那今日我便让你血山门绝于此。啊？三个灵脉同时被激活，或是敌方全灭？看来敌方全灭应该不太可能，而且还22等哦。我的那个墨门的那个人嘞？哇，你跑走，你叫跑走对吗？好了，只能这样子了，兵分二路了。我可稳住灵脉激荡，助我们全身而退，但你们须得站进那灵脉仗业之处片刻。没想到几位年近七亲，修为竟已如此精进，赢了吧？天意使然，让他跑了。罢了，此间劲敌也不是他，前辈。若想说道谢的话，大可不必。我并非为你尔等而来，只是知道有人与他密会，觉出异样，想特来阻止，但还是晚了一步。看来那股势力又按捺不住了。不过这次我一定要撕下你们的伪装。前辈，究竟是何人？何人？亦有侠耳，莫某缘由，掩是非命，行游千年。求寻天地之理，和出行者中，路见稀，终成孤路。莫举中，竟然还有这样的一门。OK， 好，满宝箱还有两个要走。这位侠客留步。下官有事相求，下官驻守城池外出现诸多妖魔，誓师意图进入城中，烦请诸位看在城中百姓性命之上，助下官一臂之力。哇，这是在搞什么？四位打算进城池去？管他什么意图，快阻止他们啊！这事应该是有人指使的吧？难道王爷那孙子到这来了不成？九泉冰盾倒也还好，挡着玄冥教的人，说不准他们根本没有发现柯凡在这。这九泉冰封实属异常，玄冥教肯定注意到了。没，这是说并非冰封阻止得了玄冥教，而是九泉内发生的异变，这才让他们没办法拿柯凡。想来应该是这样，我们要从此处拿到柯凡，想必不会太容易。比起九泉的异变，我想给你防止玄冥教的人坐收渔利。
妖魔盘踞，竟然还有煞。看样子玄米教的人也不愿和煞打交道。阿良，我先拿科盘。新鬼科盘又是一块。不，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和我说话？你是谁？阿良，你又怎么了？拿到科盘我们就走，快，有人。谢谢你们帮忙清空了这里，现在出来吧。啊，居然召唤了幽阳，乖，去拦住他们。好像是第四个了吧？去拿科盘吧。谨遵自己所之命。可恶，现在该怎么办？我必须保护他们才行，冰主，快啊！血脉中的力量，快解除封印啊！去死吧！哇，你为什么也掺和到找科盘的关系里？难道你闹的动荡和科盘幻城有关系？看来你知道我是谁吗？既然这样，就把你的命留下。果然厉害！幸好燃烧血液的办法还奏效，不然这回可危险了。现在玉池哥、玉姐姐就让一一带你们离开这里吧，趁冰主的庇佑还在。哦，幽先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地界的幽姬出来了？地界莫非发生什么事？和这120眼的时机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圣女啊，我以为这段时间你不会再回来了。幽环先生，我在问你话，回答我。圣女果然是长大了，居然开始这么和我说话了吗？先生，你到底在想什么？你想要什么？告诉我。我替我拿回来吗？如果我说我要新鬼科盘呢？你想要的我这样都可以给你，先生，只要你哪日不再唤我圣女。哦，露脸哦。哇，机械是黄甫生哦。哪日你不冲我幽皇，哪日我便能直呼你的名字。哦，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啊？圣女到底叫什么名字？先生，你们真的不可能在那个名字里也过完了一生，但我想要是帮我长大的那个幽皇。什么意思啊？哎，小不点，你这个心环怎么在发光啊？心环怎么回事？怎么在九泉底下走一遭，像被影响了？小不点，这心环是怎么了？哎呀，这小家伙，这个心环是你的不是？你在九泉下。闭嘴闭嘴，你一直要怎么回事？刚刚才知道嘛。哦，星耀之力。好，那今天差不多了。星耀在重新分裂，难道说星耀都在重分新次？雨姐姐猜对了，新次正在重分，这怎么会发生这种变化？看起来像是在回忆命途，或是因为阴影的记忆回复苏了。这变化是好是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依依觉得八成是因为命途有所变，或许我们去十字系也不只是找线索那么简单。依依，这个的就是主阴影的星耀之地吗？依依知道了，每组星次中阴影们的总星数的提升，能够给全部阴影都带来不同效果的提升。这不同星之中的阴灵怎么会能相互照应呢？他们不该掐起来才对吗？真奇怪。OK，
哦，还是集好说了一年，然后你的心术到达魔界的话，这些人就减伤几趴几趴，就是在额外增加一些技能啊，大概是这样。啊，紫峰没拿到。好，我们先这样。依依，是你把我们从九泉下带出来的。没事啊，雨姐姐，依依是不是很厉害啊？那依依，你怎么办到的？依依也不知道，依依总觉得有人在帮依依，就像是降神似的。这样啊，雨姐姐还有事吗？依依困了。没事，你好好休息吧。依依，我……嗯，雨姐姐还想问什么？依依，过这么久以来，我都把你当成妹妹呢。嗯？科盘依依，先看看距离最近的科盘在哪吧。照水镜的显示，距离这最近的科盘是在木瓜窟，还是得往西走。木瓜窟吗？还得往西走啊。莫高夫轻浮动，估计给费斯金斯找了。于西，不论尊者现在会在哪呢？找到科板带去给他就是可以了吧？这应该吧？哦，刚刚应该是于西啊，他打错了。不论尊者应该还在雪域高原探查，等他事情告一段落，应该会给我们传信的。你们都不奇怪吗？既然科板事关天下苍生。无论尊者和灾人都去探查其他事情，这应该和科盘有关系吧？科盘，先用自己打造的东西，到底还关联着什么呢？关联也是科盘地脉法阵，这和一一交相的事情有什么关联呢？哎，别点了，别点了！你是老闲的在这戳我？哎，你还戳？得，我错了，这么的你也知道。本尊是品鉴之王，既然给你推荐一个美食，然后你该吃吃喝喝，少抽两下，中不？单做一个清面，算是清面，清汤，却万香飘香，豪杰闻香下马，山甲之味停车。本尊曾经有幸尝过一次，有说真不错。这表情我正在想什么？不就是兰州拉面吗？本尊能给你介绍这么大众的食品吗？本尊给你介绍的是兰州本地拉面。OK， 好哦，谢谢介绍。好，看起来历史幕应该结束了。OK， 终于。